张大琴虽然是你的员工，但他也是我的朋友。如果你对他没有认真的意思，请不要再做出会让他继续误会的事。既然你不具备可以保护他的资格，那我为什么又要听从你的建议？你跟我妈见面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难道他跟你说要有1亿才能跟我在一起，你就听他话去抢吗？难道我会在乎你赚多少钱，你在哪里工作，你老爸是谁吗？如果你真的不在乎，就不要一直用你的钱来提醒我没有钱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这么庸俗的人，